飛虎三藏之英雄首播，第一集的動作場面非常豐富，而混血女藝人何慈欣飾演的反派可以說是搶了鏡。31歲的她是中英混血兒，她由5歲開始學習洪拳，她的爸爸就是著名的龍虎武師何密，是劉家良的入室徒弟，在80年代的電影裡面不時都會客串演出，所以她也有劉家良徒孫的稱號。他 Feel TV 舉辦的 G1 格鬥會挑戰賽和 G1 格鬥會2都贏得冠軍金腰帶，絕對是有姿勢有實際。